大家好，我现在是在我们 RHY 矿场，位于中东。这个是我们正在建设的175兆瓦的区块链数据中心。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第一期项目，总共是15兆瓦。我们这个项目是经过了国家的工矿部、能源部、IT 信息部以及经济委员会等多个部门联合审批的合法合规的项目。下面我带大家了解一些细节。来这边来，我们整个项目的施工都是非常高的标准，非常规范。首先我们来看看我们的高压配电器，这个是我们的高压33千伏的高压配电室，几乎是一个无尘的配电室，这个是直流平，这个是33千伏的净线柜，这个是净量柜，这边是 PP 柜，这六个是出线柜，每一个出线柜对应一台变压器，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有假负荷。现在可以看到我们每一项电流几乎是完全均衡的，可以拍一下，近距离拍一下这个表。OK， 这个区域。这个区域是我们6台3500千伏安的变压器，以及低压配电柜。可以拍下去。这个是我们现在运行的机房，我们的机房也是非常标准的设计，整个这一片全部是水帘，一来一侧全部是通，这里是铝合金。那么我们的货架一个机房总共是12组，每层可以放7台机器，可以搞一遍。这个是我们的02号机房。